我身后的位置啊，就是当年希特勒纳粹办公室大厅。这楼的颜色很阴郁。然后呢，我忘记了希特勒是在哪个阳台上，他出来见他的这个人，见他的这个追随者们，见德国的人民。反正是这其中一个窗户，我到时候回去查一下。这就是它的建筑。最辉煌的时候啊，这里面我靠，几乎全德国的这个全柏林的这个官员都在这里面，几万人在里面工作呀，在一个办公室。那么他这么做的这个好处就是提高的效率，你办个事儿不用来回跑了，就在一个楼里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我感觉好像是这个阳台，好像是这一个，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一个。你看它这个建筑颜色呀，非常的素，就是那个石头的颜色。